我喺呢度同香港嘅傳媒、大眾、我嘅家人朋友、我嘅歌迷道歉。呢個月喺日本嘅事件，的確係令到好多人失望、傷心、好對唔住。前幾日自己可以翻嚟香港，係因為有關我嘅個人部分喺日本嘅調查工作已經完成，同我有關嘅案件喺日本已經完結。經過日本警方調查之後，警方決定不會對我提出任何起訴，是日本的檢察官決定我是無條件釋放，不會留任何的案底，並非抵帶出境，我是自由離開日本。對於今次日本警方和檢察官的決定，我尊重他們在整個審理過程裡面都是秉公辦理，而自己也都想藉著今天的記者會，想多謝我在日本的辯方律師，他很盡心盡力的幫忙。